5部门发文规范汽车重要数据依法境内存储，经启正式施行。由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发布的《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今天正式施行。据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出台规定旨在规范汽车数据处理活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汽车数据合理开发利用，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予以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车主、驾驶人、乘车人。 车外人员等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个人要求删除的，汽车数据处理者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删除。